237《东方日报》Part Life 金银茂盛，2015年7月26日港文 A 十一，中港两地金融市场越趋紧密，继股市沪港通之后，早前黄金沪港通亦正式启动，促成此历史盛事美图业贸易场特意于启动日举行新一届理事会交接典礼。内地财金机构高层亦南下见证沪港合作，创造共赢约新时刻。教育除说坏学校及教师的职责，亦是父母在家中非常重要谋与作。就职礼金银业贸易场新任理事长陈尚志左成为新一任金王太太，右悉心打扮为丈夫打气。陈家顺涉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日前举行成立40周年联欢晚宴，一众对教育工作非常热心的政商界名人出席，仲互相交流及分享教导年轻人及小朋友谋锋多及方法。